直播主连千亿过往形象海派，言行经常引发话题，日前被控教唆小弟到另一直播带货业者店外开枪示威，引发所谓的直播主之乱。昨24日，他被判刑7年定验。即便连千亿暂时失去自由，但脸书仍然持续有更新，稍早透过留言区与粉丝们问好。关于连千亿的刑事责任，一审高雄地方法院以组织犯罪条例、枪炮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判处连千亿7年有期徒刑，恐吓及强制等罪则判处1年有期徒刑的一颗罚金。二审维持原判，1年有期徒刑部分定验，7年有期徒刑部分案经上诉3审，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定验，也就是说连千亿确定入狱了。就在连千亿判刑定验的这一天，脸书仍然活跃，其中分享了他与其中有人峰哥的合影。连千亿感慨曝光了人生心得，好友就是要不为了利益彼此关心，雪中送炭，有钱没钱都是其次，在社会上跟任何人的交情都像是一张悠游卡，你储值越多的人情，做好更深的人际关系，在未来你早晚用得上的。到了深夜11点多，连千亿账号也在该篇贴文底下继续留言，写到大家晚上好，跟粉丝们打招呼。目前预购大概一张在28000块，然后后来涨到应该现在47000-48000。我的 NFT 的股票上市3个钟头不到，全部秒杀。有穿过给我看过啊，这双丝袜怎么会穿过，然后全部卷在一起在柜子里面？微微，你昨天出去的时候，爸爸有没有买一双袜子？丝袜？有。有还是没有？有对吧？给你的，给我的黑色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是一个未来趋势，未来的趋势啊！好，接下来要买百达翡丽，好，要买劳力士，我不接受现金。来，我这一台已经只能用 NFT 的股票来跟我换而已，能够了解吗？来，我这一台已经只能用 NFT 的股票跟我换百达翡丽跟换劳力士，你不能跟我用现金买，能够了解吗？从今天开始，在我们兰亭公司，你要买劳力士，要买百达翡丽，好，要买劳力士买百达翡丽都可以，都可以，但是我们不接受现金，要用这个，要用这个哦，连接 NFT 的股票来换，我们才接受。这是一个未来趋势，未来的趋势啊！好，接下来要买百达翡丽，好，要买劳力士，我不接受现金。来，我这一台已经只能用 NFT 的股票来跟我换而已，能够了解吗？来，我这一台已经只能用 NFT 的股票跟我换百达翡丽跟换劳力士，你不能跟我用现金买，能够了解吗？四大队啊，在日前接获民众报案，他们指称啊，连某他等人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，来贩卖 NFT 区块链的商品，并且强调这个 NFT 它本身的赋能价值以及它未来可能的获益，那以至于多名的被害人一时不察，在购买了 NFT 之后，那因为无法实际将这些 NFT
那兑换如刚刚所讲的赋能及附加价值，因此向本局提出诈欺告诉。那四大队受理之后，立即跟台北、新北的警方组成专案小组，全力来收证。那同时报请新北地检自古黄冠杰检察官来指挥侦办。那在今天凌晨，上午的时候来发动搜索跟拘提行动。那一共带回连贤等四人到案。那现场有查扣，这一次 NFT 赋能所使用的一个GRA 的钻戒，以及 iPhone 13的模型机，还有他涉及来经营这个直播网站的手机、电脑等赃证物。那预计讯后之后，会依刑法的诈欺以及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来移送新北地检侦办。那这边要特别呼吁大众，因为 NFT 是一个新兴的区块链的商品，那是否能够兑换相关的赋能价值以及所述的等值的商品，这个是有一定风险，那也请民众要务必小心，不要轻易的投资不熟悉的虚拟通货的一个商品，以免受骗。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165反诈骗咨询专线。这段时间吼，大家欢乐吼，阿千姨对恁大家较歹势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我较冲动啊。这个时候不再生气，这个时候不再生气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连千姨20万交保又被带走，老婆娜美深夜说个笑话，暗算神棍。他直接进去了，摔牌搜索票啦！直播主连千亿因为涉嫌 NFT 诈骗，9月6号被刑事局包鬼带走，并查扣大量名表、钻戒、iPhone， 经鉴定确认全是假货。放下假的人。7号凌晨，三名小弟前来办保，连同以20万元交保后，并未走出地检署，反而被刑事局人员转车带走。我又跳出来了，带回去了。我又跳出来了，带回去了。为什么要喝又的？据了解，类是检察官下令，不希望连董继续在媒体前说话，要刑事局将人载到附近路口，让他搭乘计程车回家。那个 NFT 这批精品是假货吗？有没有话跟消费者说？而先前连千亿为了一条丝袜跟老婆娜美传出婚变。微微，你昨天出去的时候，爸爸有没有买一双袜子？丝袜？有。有还是没有？有对吧？给你的。当时啊，老婆呛死啊，这种心术不正的公众人物就是要公诸于世。反正啊，他还跟我借100万，要记得还我哟。我拜托你帮我回点100万，不是让你出来讲，没有必要啊。后来呢，连董单方面宣称夫妻已经和好，婚姻危机解除。9月5号还晒照耍恩爱，谢谢老婆买一件白色牛仔裤给我。哎，难道娜美是在说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吗？啊，连董一次代记，他便发文表示说个笑话，有家人非常迷信，但由于尊重个人信仰，我从来不去批评。但神明啊跟神棍说他老婆外面有男人，然后他今年要走大运赚大钱，现在看来怎么觉得有点讽刺呀。只不过该文只闪现3分钟，娜美就删文了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用膝盖想也了解说的究竟是哪位啦。家务事拿出来讲不好看，好吗？我都让你，什么都让你，什么都配合你，懂吗？都我的错。这9年来，要买宾士，买宾士，买豪宅，买豪宅，买什么都给他。我讲句实在话，我都觉得甘之如饴，我都愿意付出。你有多少，大家自己看一下。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懂吗？这不是我的户头，他的户头，懂吗？我来来去去的钱，每个月都好几千，最少好几千万。那100万，他随时可以自己去领。他不开心，我做到他满意为止，我就尊重他。他不喜欢，我就做到他满意为止。啊，至于离婚不可能，他找律师，我可以找一狗票律师出来走法条，懂吗？走信托，在信托多少钱？几千万信托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他离不成了，因为我已经照顾成这样，已经没有话讲。要知道，恩爱是假的，